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我海米拉我现在哪里阿里山阿江是谁的家阿敏的家是阿江的家吧不好意思今天的旅伴头脑有点问题哦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 Let's go是一个常年烧着火冒着烟的地方，那在每天大早，主管家属的主管不先等，等到傍晚各自结束工作回到这边，大家又会在这里相聚，那诉说彼此一天工作的辛劳。左手边中间就是我们的二三咖啡馆，有什么问题呢？还有等一下结账点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之所以会叫做二三咖啡馆。就是因为阿酱夫妻结婚23周年的时候，因为酱嫂她喜欢喝一点咖啡，那酱呢，她就亲手盖了这样一栋咖啡馆，作为纪念礼物赠给双方。你们在这里稍等我一下。这个贴起来后，还有打包它的，就是毫无拘束的运进。Yes.